我是刚刚列车长的2012年的2月18号，瑞芳加入20点50分，所排的是两边道列车要通过。我的记忆应该是按九线通过，因为这个是绿灯。4018一般也会通过。4018是树林发射经由阳新港树澳的区间快车九百行程快车，1439次如果通过的话，是台东发射经由花东线港树林的新城际这样列车。来了吗？1394台龙发车将花东线的树林。来，幺三点行，12辆编左，那平安路朋友。3012的皮蛋豆朋友，好，交易4048次。905圈快车，394，3012，拜拜，拜拜喽！我的4048再见。好，我来讲解一下哈，4394台东发车圈花东线很好树林的，用3000系，12辆编组3012的皮蛋豆腐藤啊，红色带新能机的车，4394通过。啊 ，A 级交会的是4048是树林。发车经由宜安县开往树澳的营运售价3600900，905矩阵快车900矩阵快，跟394新城际这台车遭遇在瑞芳红桥路双双通过，谢各位再见，拜拜。好，看支持再见了，拜拜。